这个星期天就是护师节，台北慈院感恩护理同仁平日辛劳，特别准备贴心的小礼物，让护理人员在工作当中也能够多照顾自己的健康，守护病患的生命。从医院主管手中接下护师节的祝福，礼轻情意重的环保袋中，温冷两用的环保杯，不仅维护着护理同仁的健康，饮水思源的意涵，更期望护理同仁能不忘慈济医疗置业的初衷，守护病患的生命。过去八年来，我们抢救了超过百万以上的人，那都是经过大家的手。那未来还是要仰仗大家的专业，把每一个到我们医院的病人都看作我们的亲人，那展现我们慈济的笑容，还有亲切的服务，还有最专业的医疗技术。护理人员占了医院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数，是照护病患第一线最庞大的阵容。因为有他们的努力，才能够让来院就医的民众得到最好的照护。护士节快乐！大爱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